现场咧，啊，这原来是咱这个做大家做熟悉的哈、哦，这是咱这次啊，伫这个高雄吼，镇定小港吼，咱参选就市员参选人哈，啊，咱地中啊啦哈，陈地中哈，专工哦，来到咱这部中要甲咱所有听众，比如甲咱说一个多谢哈，甲咱说一个多谢咧哈，来，地中啊，来，先甲咱总统甲所有听众，比如问候一下来。是啊，先多谢咱的主持人哈，啊，张大伯哈，今仔讲要身体检查，要先离开哈，哎，对，啊，搁咱的先哥哈，啊，先兄，啊，搁咱的姚仁兄，是啊，这个足欢喜哦，吼，哎，这个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吼，每一次来咱的节目吼，拢是上欢喜的代志啦，吼，搁专程来，我那是足欢喜，啊，所以这次因为地中我伫高雄市坚定小港选议员，我咱当来初选这届。好、啊，让咱大家全国听众朋友来斗三工吼，甲地中来鼓励加油，啊，最后这才有法度来顺利吼、哦，通过这初选，哦，当然这也未，落来个中执会伊迄种吼、哦，啊，正式通过啊，才提名啦，啊，所以但是要甲乡亲时代先说多谢，啊嘛要甲大家报告讲，这是一个第一关俩、哦，初选是第一关吼。哦这选举吼，人讲正选大选是伫后壁，哦，今年11月24号，啊，伫阮这个小港前镇吼，伫中嘛甲大家报告一下，阮这是真正吼超级战区吼，超级的战区啦，不只是讲初选总会到，哦，初选就安尼大家竞争真激烈，啊，大选更加，哦，因为初选安怎讲是搁民进党党内吼，啊，大选面对是搁包括国民党。而且阮遐有无当职的这种议员吼，拢是资深的老将啦，或、者是拢实力足坚强。因为阮两区马上坚定甲小港，我若想无当职的这位议员吼，伊也是小港区出在，你调出身哩，伊、差不多摕小港的票吼，就差不多要当选啦。就算讲坚定吼，坚定可能唔免想摕票，伊就摕小港区的票吼，就差不多。当选门槛啊！我这写的，你看这写的有厉害。这写的恐怖啊！来这个。哎、欸，啊，所以阮遐都安怎算？大家大概咧算讲啊，这个选情的迄个精髓吼，啊，无当职的拢一定先算一些。是是。意思讲啊，大家咧。大概伊差不多问的。你讲应该问的，这个单遐证书的迄个意思啦。哦，啊，你讲国民党，因当然也未提名，但是因这个吼啊，两位现任的这实力，我那拢做好，我拢过来改啊啦。啊，咱遐嘛有迄个。激进车翼党，激进党，哦，这他少年政党嘛，有提人嘛，是，啊，时代力量当然即卖阿无，即个阿无公布咱，哦，但是应该无这个卖提，应该因是六议员的部分应该会，也提到啊，哦，啊，所以你讲传统民进党、国民党以外，佮无动作，哦，啊，佮你讲实力啦、激进，对啊，哦，所以这规个是在做老这的啦，哦，做老这的。所以对中啊这边参选这个镇定小港这区了对吼，虽然咱当时啊咱咧讲讲这地所在力盘较大啦吼，力盘较大，但是吼、相对后咧，这个较侪咧，这个物件是艰难选区，啊咱讲咧，因为伊力盘大，人就侪嘛，啊人侪状况之下，佮刷着拄只地段咧讲有诶伫迄个所在，迄真正已经实力够恐怖诶对吼。所以人家袂使讲，这个所在较稳，袂当大意，袂当做稳吼，这哦咱实在稳啊。啊，爱食迄个吼，啊，步步为营啦，安尼讲，吼、因为阮迄区是县市合并进程是选十席啦，吼、以前是打高雄是选十席，啊，迄个合并了是剩八席啦，减两席，吼、减两席，哎、差不多各区要拢有小可减低嘛，吼、降低，吼、八席内底过去民进党上早较早期啦，你即区咧选差不多对两席到三席，啊，伊离到尾啊，进店到四席哩，是哦啊，所以离八当前迄届，地中我是用无当席，来竞争嘛吼、啊，因为咱当时咱就是跨一个口号，要来争取绿营的第五席啦，哦，因为现在要四席嘛，我来拼第五席，啊，最后选票吼，迄、个结果证明讲，确确实实来绿营吼，伊、的选票极大化，咱有五席的空间，哦，同迄当时变作一位。民进党现任变落选头啦，我、差不多几百票安尼、啊，所以尾下哩政治初期控一数年，吼、哦，即、这个五席全上的起源啊嘛，好、对，吼、迄届时阵吼、我着做总选员呢，我咱总选有对诶，五席拢起哩啦，所以这嘛是有史以来，伫即个高雄坚定小港咱议员选上好的一届，但是大家了解后，是控一数年伊当时是啥物种诶政治状况，对，拄啊是马英九做家是在上烂诶时阵嘛，拄啊伊咧崩盘，咧崩盘诶时阵嘛，啊是规个大环境对民进党上有利诶时阵嘛，
吼、哦、啊，包括你当时你讲这个科比外溢效应啦，等等太阳花啦，吼、嗯，好稳定定啊，贵个你讲啊，那个五十全上嘛、嗯，啊，但机会咧，但迄阵的环境，即卖你讲是迄阵的环境哦。啊，即卖咧，即卖咧，你即卖是即阵的是民进党咧，啊，科比即卖是变红色力量咧。即阵是安尼啦吼，即阵即卖是叫做完全即阵包电脑党啊。一定的嘛，一定的，这就是无法度你即阵了包一定就党啊。你卖讲啥啦？即卖打你即个经济歹，嗯，大家先怪即阵党，怪小英总统啊，无法度因为即阵党嘛，好、嗯、啊，所以规个啊对民进党较不利。好啊，不利的时阵，咱这大家候选人吼，是要更加拍拼。经济歹吼，这个物件咱是拢心里有一个准备啦，因为咱都知影嘛。马英九当时硬是要签个 ECO 完，咱就讲过 ，ECO 话签无台湾经济崩盘嘛。啊，所以这主要，这阵咱就讲过啊。啊，这嘛是咱讲，这是咱一个政治前辈，包括着专业的分析，因咧讲的，讲 ECO 话签了台湾经济绝对爱崩盘。啊，台湾经济崩盘这个物件，这个专家绝对唔是凊彩讲，因咧有数据，因咧去看。这个蔡英文去里了，伊也唔敢甲终止掉，所以伊也无终止，讲经济变好，发变咱较早共白餐的，你敢知影吼？所以无好是应该啦。阿祥爷点这是重点啦，即 ECO 当然即卖亲像那无啥咧讲啊，亲像无这代志也是安怎啦吼？啊，当然你讲这个服贸是动起来啦，嗯，啊，但是 ECO 是已经存在里遐咧，存在里遐咧，啊，而且伊的这种的迄、那个效果是比。嗯规个台湾咧承担之类吼，啊你讲，这专家嘛捌讲过，像即卖大家一直咧讲，你讲产业外移啦，吼啊资金外逃啦，吼啊无被投资啦，无即个产业无更新啦，啊是讲低薪化啦，嗯，哦但是咱咧看这拢是现象，哦你讲无唔对啊咧发生伫遮，啊但是背后的因素是啥物？嗯，出少人家去讲这，哦都咱即爿有咧讲，因为咧背后有多个因素嘛，啊中国因素就是包括一发财咧，这拢是原因嘛，啊中国因素就是伊即个亲像黑洞啦，黑洞磁吸效应，咱咧上市规个公司90%拢伫中国，有制造有设工厂有迄种往来啦，啊你知中国伊甲你吸未了，缩死你啊的时候，你讲你变哪解决地心化啦？所以谈到地中海咧讲。ECO 化这个问题，啊，服贸咱要注意呢。服贸虽然看起来表面上动落来，对不对哈？但是咱袂记得，马英九要送服贸未来之前，伊头前已经偷走70%呢。对啊，其实已经偷走未来百分之，啊，要偷走拢无准成啊，对，拢无要紧啊，拢半固在伊啊。啊，那咧服贸哪有叫做动起来？其实服贸无动起来，伊只是有名专案，他借由 ECO 化，借由 ECO 化头前签的这物件继续咧未来，继续咧叮当嘛。啊，那无咱闹迄落啥物落，就讲啊，这个物件又搁突然间看到中资底啊，这个物件又搁突然间看到中国底啊，啊，设一个办事处啊，当做办公室啊，咱他妈拢是，所以哦，人家咱这个物件讲就是讲，哦，讲这咱就搁复杂起啊，吼，就讲这个地调较重要啦。地调啊，我先讲一点哦。迄天迄个总统吼、哦、去帮你徛台，嘛是因为替恁阿妈嘛吼。对，本来是我阿妈要送迄个贺彩头啦。贺彩头，哎，伊讲身体无啥爽快。啊，所以才无出息嘛。是。哦，毕竟91岁啊，你吼、哦。啊，所以咱也唔敢讲，即个实在我那烦恼伊身体，然后你现场安尼吵吵吵吼。操劳啦，咱。操劳，操劳，然后那出嘿。啊，所以就阿妈无来，阿妈无来，主持人讲阿婆无要紧啊。嗯。啊，你就无该爸爸来送吼、哦。是。啊，本正当然，你就讲无上台，咱就留台下卡送嘛。嗯。台下卡送好彩头的嘛是自然呐、啊。啊，问题是吼，无想到讲迄个庙埕实在，二三十都客袂，当行入去都行袂20-30分哩，行袂几米哩。啊，即摆坐来了，你都知影，即个媒体，伊都毋是讲你坐了，伊都怎退边啊，刷边啊，伊即摆怎规个围哩迄个舞台啊？好，我咧20-30个媒体啊围哩舞台，啊，你即摆要上好彩头。你总也爱面对咱的乡亲时代，对啊，我讲这是基本对咱诶乡亲的尊重。你袂当讲背对嘛？没有没有，无两个脚脚开啦，脚脚袂用脚掌来袂使啦。所以我讲爱刷怪嘛。啊，问题迄阵现场咧看，你180度规个要刷位置吼。嗯，实在我做烦的，因为咱话拢年纪较大老辈哩，你知无？迄当要进场的时阵，上边的椅啊哦，我足惊讲迄个摄影机哦，当乖乖去甲人卡掉，去下掉，才是挂咱卡哦老大人顶顶。所以讲
啊无规矩，你都台下顶上上的啦。嗯。我台下顶上上，咱也无。啊，无讲话啦。啊，无讲话，你知道嗎？啊，所以讲有伯咧问我，安尼甲讲你。嗯。哦，我当然因阿玲安怎的，迄个大家知影。是。哦，啊，所以你讲到这，我那另外一个，我那点就是讲，有人一直讲迄个做窃劫书啦。嗯。哦，意思讲，迄当时我老爸签迄份吼。嗯。讲啊，这个。袂当上台，袂当演讲吼，袂当接受媒体访问啊，无因来当直接问到来咱台湾人俱乐部，直接讲了啊吼，啊，毋则较清楚。嗯、啊，你迄份切结束，人咧讲啊是安怎签的？我讲啊，伊当时就讲要办保啊就医，啊，就起问出来讲、啊，我做保证人爱签、嗯，啊，我的老爸爱签、啊啊，啊，先过啊，有人听你，那、嗯、叫你签，你敢能？这当然是签了啊，咱好。你迄个时阵讲要办手续，我提人出来，讲你就签。我讲啊，你搁安怎？咱嘛是一定签嘛。当然啦、啊，当然、啊。你无讲说不为权利嘛？好 啊， 啊，但是实际上。这嘛不是咱自由意志、嗯哦啊。再讲你法律上啦，台湾的法律内底对保外就医都要规定一条呢、嗯，就是讲你伫内底你都无法度医，无法为适当之医疗，啊，就是保外就医，都要规定一条呢。嗯啊，剩下你保外就医了，要哪进行，要哪做？嗯，实际上法律是靠医生啊。啊是。哦，并无这种讲啊，保外就医了。限制这项还是限制那种，无、嗯、这种规定啦。是。哦啊，法律上嘛无授权法务部。啊，是讲你讲中间嘛，是讲对一个家家会当去做这个代志。嗯嗯。好、哦、啊，所以你讲今仔这个切割书，你若严格要讲，你法律上伊这够效。嗯，无啦，重点是。法律上这种，这个马英九咧执政的时阵，有无？咱常常咧骂这个马英九政府安那，你感觉？伊政治凌驾于专业啦。就是讲政治时刻凌驾，咱咱妈妈因就直接买一点，因为当时陈总统的身体迄个时阵，所有即个做，无论是会诊也好，还是怎样，拢认定讲这应该保外就医。马英九迄个时阵就是无爱，后来当然尾也是马英九手来给陈总统保外就医。但是咱想要后来政党轮替了，嘛是甲阮政治要甲你赢过专业啊，嘛是用政治时刻。刚才讲吼，对着我讲真诶，迄间是电视顶面看咱总统徛伫你诶边啊吼。但是伊用手臂向顶面讲，袂当讲话了，佮拖只骨迄个动作哦。嗯，所以我都我毋免大家看到尴尬咯，我看了佮心正酸哩，听下无？吼、嗯，拢一个咱的下任的总统哦，啊伊即马徛顶头说，比伊的手爱用拖只骨的手势，搞大家知讲我袂使讲话，啊无你就佮叫安啦。我再讲，安尼你是要佮叫安怎？我早伫即个保外就医的过程当中，迄当时感觉即边吼，法务部即边就是一切尊重迄个医疗小组嘛吼。啊，当然单纯性，医师伊嘛讲一句话，伊要予总统保外就医，伊嘛讲这个人会当吼延续伊职业的活动啦。啊，总统的职业就是二三十档，伊从事的就是啥政治嘛。啊，你讲徛上台顶，迄嘛是属于拢治疗的范围之内啊，迄嘛当然，迄嘛是等于是咧延续伊的职业的活动之一啦。对，这个有人家咧讲，这是有这条哦，哦，这就是讲维持职业之所需啦，有这条。这种变成讲含刚刚内面迄东西，提哦，种个总统签的遐都已经签崩掉了嘛。这若要迄个认真要讲上对唔对来，搁上迄个大法官解说啊嘛。我即嘛没问这個，我即嘛问讲，即嘛为着这件代志。中共已经下了一道命令，就是讲总统以后都未当吼从事任何一个政治活动嘛。但是你未来开始要选议员呢？未来开始要选议员，总统是用爸爸的角度去挺这个后生出来选议员，理所当然啦、啊。但是问题外口人也解读讲无啊，你啊边啊，你较早做过总统呢？你做过市长呢？你做过什么职务呢？啊，你即马替陈志忠出来徛台，这是政治活动呢？但是你若一般人，你若较深入袂，伊就是讲靠呀！啊，我后生要出来参选，我去咧做老爸人，去咧斗三工安尼，甲斗邮票安尼袂使。对，所以这嘛就矛盾的所在是，以后这里面要处理啊。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是讲，伊讲政治活动啦吼、嗯，啊，我讲啊，这四字要怎去定义啦？什么叫做政治活动？吼、哦，就是讲啊，什么不是政治活动？你讲啊，选举是政治活动，吼、哦、啊，但是伊就讲你这啊。从事政治哦，政治人物嘛，吼、哦，你今仔无论我的老爸伊即摆是在任嘛，下任伊的政治人物哩，我这位总统伊这个是政治性嘛，嗯，哦啊，政治性这是无法度去消毒啊，嗯、啊，所以你今仔日你讲实在话，伊去参加任何一个活动，欸、你咪当讲政治活动咧、啊，我的大姊讲诊所开播，啊，你讲去讲是老爸恭喜查某囝啦吼。哦
啊，现场市长也伫遐呢，台南五个立委也伫遐哩，啊，现场嘛有人咧夹迄个政治口号的，政治牌的，啊，你讲这是老爸来恭喜查某囝活动，啊，亲情的活动，家庭的活动，啊，是做政治活动啦，是台你讲什么叫做政治活动，这个。这个政治问题讲，做穿的就是安尼尔哩。这个认定本来就是有足大问题啊，因为咱今仔若是讲一般人来讲，当然咱知影讲伊这是会当做好分嘛吼。一个政治人物，你要哪甲讲这是毋是政治话？我连只看拢无，你讲安尼。别紧，你了咱先进一个广告。好，小弟我讲一个小插曲啦吼，小弟说，唔来总统我甲你讲过这个小弟，我再讲一个互你听。好，就是讲拄在姚玲咧讲，就是讲这个保华酒里内底，就是会当互伊重视伊的这个做啥呢？伊职业还是啥物种种？职业的需求啊。我来讲一个小故事，总统来我甲你讲过这个小故事吼，你也听啊，你就知影讲，伫陈总统的眼中，政治唔是叫做政治，政治是伊的中心，你听。政治是个常识，迄毋是叫做政治，你知影无？我来讲一个小故事。好，来，咱先进广告啦，来。感谢啊，非常感谢咱。今仔来到咱节目现场呢，这是咱即次吼，咱高雄镇镇小港咱市员参选人咱弟中啊吼，弟中啊特别来呢，要甲咱所有听众朋友说一个多谢，即次的民调呢顺利过关，但是这个选区吼。甘南酸苦哈，这是叫做做袂当大意，真的袂当大意哦。大家要注意一下。我那罗西还搁再搁加盐啊，搁大蒜的哦，哎，大家用心是大。是好，啊，这个面条在过大小轻松一个是马紧啦，哈，先轻松一个，但是后边要注意，讲这个酸苦唔是遮好选吼，唔是遮好选，尤其是大环境整个又搁无同哦。是啊，是。这要注意哈。头先我咧甲弟弟讲，要甲讲一个小故事哈。这就是迄阵啊，陈总统还在咧坐乌罗的时阵呐，我甲张大哥咧，即卖买咧坐啊，换一个方式，换一个方式。啊，当时咧，这个陈总统伫咧北港这个所在吼，我甲张大哥也看，有一边也看了转来，张大哥伫咧高铁顶甲我讲讲，阿兄啊，你甲感觉总统的身体安怎？我讲你感觉着啥？张大哥讲你袂感觉总统规身躯黏滴滴，爱咧手淡湿淡湿。嘿，对，迄阵是，迄阵是热人哦，迄阵是足热热人哦。啊，我去看总统了，总统都阿讲，你有感觉总统的身躯是冰的无？啊，手是淡色，讲有影就对咩？啊，我讲后一边哪个来看总统哦？来甲问一下伊的身体到底安怎样安尼啦？啊，你阿无偌久了，总统就去叫人吼，阿阮就去去啊。所以当时咧病情拢阿未发布嘛？迄阵拢无，迄阵拢无，迄阵是怪怪，感觉讲唔对，因为天气热到即个程度，啊，总统是穿一件迄条衫，迄条薄薄啊，长长啦吼。啊，但是冰块惊人，但是迄身躯是足冰的，对吧？迄唔对呀吼。啊，所以过来即摆总统个叫，是阮就去啊。啊，阵我要去之前，我伫节目中有讲讲，我要来看总统。吼，啊，但是安那咧，无要让总统讲政治，我要来好好啊，甲问一下伊的身体到底家己，因为身体家己知影嘛。你甲问安尼就对吼。啊，伊讲就去，啊，伊讲去了，即摆你要等下吼，就来坐坐先，揽一个啦吼，加油一个了，坐落来了。我就开嘴就讲啊，总统话趣味呢？总统坐里啊，我知影你要搞问身体对不对？因为有滴听嘛，因为听节目。好，来听节目啦，大家再过来听节目。你讲讲，你要搞问身体对不对？系对，咱今仔来，咱卖讲政治，吼，咱拢卖讲台湾安那，我要好好啊问一下你的身体安那。啊，总统就安那呢？坐平平啊，哦，就坐安尼啦吼。啊，目睭安尼就讲，甲我讲讲，啊，即摆就感觉人安那安尼讲，讲差五分钟尔啦。讲差五分钟就讲，有五分钟吗？哎，讲差五分钟就讲，应该无五分钟。哎，讲好啦好啦，卖个同我讲，卖个讲我的身体，我跟你讲台湾吼，我讲，我这无多啊。台湾动哦，台湾动动就亲嘛。你唔可以讲政治哦，因为政治这变成一生活最大一个动力，你听无？是啊。这变成是一个动力，一个元气，依靠这个物件意识掉嘞，惊掉嘞呢。所以刚看完了，等下我再讲讲。啊，是啊，总统讲一下政治，所以说在讲，在讲在论这嘛是即个在治疗。对对对，在治疗，伊爱回忆，伊爱去回忆讲，迄阵曾经发生什么代志，爱阵什么种种，爱托爱叮当，回忆回忆。对对对，去当个头壳嘛。啊，我感中啊，在咧问总统身体时，伊咧回答是安尼平平细声细声哦。啊，即嘛后伊开始来分析台湾的政治状况，就哎，迄个精神啊啥，迄个腰椎闭起来哦，啊开始讲互你听了。开始讲啊，讲啊，精神拢来啊，等于伊嘅生活一部。啊，我即卖就要问，伊生活全部咪是全部啊，全部又要问，生活系全部。啊，所以我即卖就要问讲，啊，这对伊身体无帮助吗？
你讲绝对系啊，你有讲这个名对身体无帮助吗？因为你想，你陈顺贤教授伊那咧长期咧观察嘛，当然一开始大家。讲是本家无熟悉嘛，等到就人我的老爸本家也无熟悉，好、啊，所以就跳咧来做这医疗团，伊等咧啊一段时间以来较长期较亲近，哦、啊去让伊讲话，安尼来了解了，所以这等到就伊讲的，这是专业性医疗的，讲这个是对着我的老爸这做特殊的案例嘛。就是讲你种政治也好，这不是讲伊调过伊去讲政治。不是，这个是本质，就是伊的伊生活全部都是。伊的生活也好，还是讲伊一世人的这个，吼去用所有的时间啦，才可以来去拍拼的代志，这是伊的全部嘛。对。哦，啊，所以今仔日伊咧讲这，哦，你讲先哥咧讲，伊爱回忆，伊爱去组织，伊爱去整理。哦，啊，其实做这卖袂记钱的，而且做这倒唔掉伊的。有。诶，这是事实咧发生啊。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在治疗嘛、嗯哦、所以你说、啊、人老朋友见面、哦、人中大伯见面人先跟你见面、啊、大家在说这个在治疗他嘛、哦啊、你说他去参加音乐会、啊、里面去演奏、嗯、说他在这个学里面写那个文字啊给做壁挂那个治疗呢这也是在治疗呢每一个人哦拢有生活中的一个运动啦，你听无？每一个运动啦，无一定啦，但是我只安保证，但总拢运动啦，就是啊，就是关心台湾嘛。这是你唔好讲的话，我拢讲的是你关心台湾，关心咱的乡亲哩。哦，啊你去甲讲，你站去做行店，伊无用处，伊无爱行的。你看人咧，我都有用处，伊就无用处这边。你看人讲台湾少，这个你才讲出来。无啦，这即卖是啊，我想大家拢知。无啦。这就是讲，但陈总统讲你的身体安怎讲话听，伊咧讲是安那平平啊，口气拢平平啊，啊人是坐安尼讲，啊就感觉即马个感觉安那，无话句呢就讲慢慢个讲一下好唔好？你话讲一下迄落嘿。所以感觉讲，你开得起来啊，伊就开始啊，特别讲。我感觉你这群人做矛盾呢。一般咱若保外就医啦，不管你是保外就医还是一般病人。应该就是好做伊家己做的工作，本来就是安尼啊。一个人做，伊只要伊做的工作，那毋是违法的，伊家己做的工作。伊去做，就是对伊的这身体有帮助啊。那有可能讲一个病人，尤其保外就医的人，伊去做介意，伊去做的工作，伊去做你个主动。不，啊，保外就医就是要做治疗的啊。保外就医目的只有一项啦，哦，就讲治疗你的破病所在身体嘛。嗯。哦，啊，你讲，唯一你是讲这个方式上，哦，所以你讲好，要讲政治关心台湾嘛，不是讲一定爱讲正经八百做严肃嘛。是。啊，所以你看像即卖伊个。用歌舞语，我是用歌舞语在讲，好啊，无你用较轻松化，啊是讲较这种吼，大家安尼那开讲对谈的方式，啊无来讲安尼嘛是袂歹，我相信效果嘛袂歹嘛，啊但是唔免去惊讲，这个阿扁总统去讲着政治，哦，秘书讲着啊，这个秘书太人放火，这种严重，我是讲讲，这个实在免太严肃化啦，哦，伊唔通以为讲甲限制啦，啥物种种，安那用我挡会掉，我来讲啦。美国那条红线，总统都敢打啦！啊，所以最近我咧人开讲，伊嘛是伊在讲啊，台北市、新北市啊，唔赶紧提名，你看伊咧烦恼烦恼，对不对？啊，我等你。伊咧烦恼，伊唔是烦恼无卫生纸，伊烦恼台北、新北市，伊讲啊，这个领头羊，对，哦，啊，你这当然唔是无人，哦，啊，无你啊，无你粗算。啊，无你赶紧征召，啊，无看安怎？啊，你唔当袂准备，啊，袂替人，啊，袂拼的呢？就讲啊，咱已经上尾啊一名，咱去选第三。我讲啊，民进党敢有这落水？就是安尼。哦，奇怪，阮家己基层咧，家己咧接触，大家是有信心的。对。你家己爱替人，啊好啊，甲这力量搭合做伙。你头讲，沙卡都咱嘛捌算过，台北市咱嘛捌赢过啊。一对一。哦，一对一是全国人莫赢过啦，但台北市呐一对一是个另外一回事。啊再讲啦，有个人一直在讲，甲伊个柯文哲白死伫台北市，哦，啊伊就袂去选总统，安尼对民进党来要执政较有利。我讲啦，民进党要执政，就爱靠柯边哦，无要选总统，啊咱才有机会哦。我讲咱两出去卖算啦，啊个民进党也别算啦。有，柯文哲不是民进党的啊，伊透过一定支持小英总统。对啊。啊，就算说讲一两种嘛，一种是讲好伊连任成功，伊嘛无讲伊无要算哦。伊若讲明年大家叫伊算哦，来中南部讲有哪下叫人气，我讲，伊会当跳出来算呢。用任期吼。
讲会当甲一个政治人甲说八讲啊，你这个选票袂使阁转跑道啊，卖甲来。哎、欸，唔是一定嘛，啊说两种嘛，一种是哦，科比科比当选连任后，大家拢甲支持拢礼让。哦，哎、欸，也当出来选总统哦、欸，这是一种哦。这来搁较恐怖嘞。这是一种哎，哎、欸欸、是安尼，这个气势如虹、欸欸欸，这是一种嘛。嗯。第二是讲好。啊无连任都无成功，哦，无成功，大家拢啊唔甘嘛，是安怎啊？佮甲讲出来讲要选总统，哎嘛也出来唔是？啊，所以你无论讲2020年是安怎，是民进党下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国民党佮无党，还是安怎？三卡拄啊好，还是讲多主人？嗯，民进党爱有这个信心讲。不管对种版本，咱来拍赢。对啦，啊你拍赢爱用成绩安尼念嘛？你讲郭文铁，伊讲台北市长呐，因为民进党杀人出来，啊然后伊落选，啊当出来变总统，这就是定义秘书想要讲，迄当时陈水扁总统的模型嘛。但是问题，当时陈水扁总统伊伫台北市，欸、你爸爸当时七八成，那是好甲人市多呢，好甲人唔甘的。七八成去甲看门面，迄、那个老外都讲好，因为咱不是梳理迄个成绩，是梳理迄、那个。选民结构嘛，啊，所以当时啊，变啊，伫台北市落选了后的时，台湾人心肝唔甘嘛。嗯。啊，但是问题，你郭文铁，你这四当，你做啥物物件出来？你干那迄个五大弊案的母甲乱后手段，毛毛伊啊无？大家两岸一家亲的。包括即卖伊咧背会袂清，就是讲伊啊政治现金第一道选举的时阵交代袂清楚，即卖就咧背会袂清啊。包括伊咧用的身躯边啊遐人，咱大家一个跳出来啊，对拢个干面拢个哈。但未讲这个人都无情无义的啊，啊搞讲白贼心性啊，无啦，这个伊是用什么货币去出来跳出来选总统，讲大家会支持伊，这个无条件咧，叫啥物啦？用当时陈水扁市长落选的迄个模式，要来坑单的这个的，这可能就还未掉啦，还未过啦。啊，无，哎，就啦，完全无啦，就是啦。当时啊，变迄个魅力有无吼？啊，伊做到遐尼啊好，无掉，人迄个唔甘。甲柯文哲即卖也无调，你甲我讲偌济人会唔敢，我唔相信。所以我想无讲即卖，即卖党内咧伫遐丢毒吼，讲啊你好，伊讲民调做咧拢下下叫，啊咱就拢爱排最后尾坎的。我是甲讲啊，你啊未提，啊未拼，嗯，吼啊未拼，你才会知影讲你未赢啦。好啦，吼啊你唔爱有即、這个执政党爱有信心，啊无管做侪代志做袂咧，想讲。要加一个哪国啦？嗯，啊，未成未了，讲咱无要提案啦。嗯嗯，啊，你无提案，你是要哪去进行嘛？嗯、你想要加入这个四位，即卖来过位啊？嗯，啊，唔着搁伫遐苦苦等待伊个北京一张卡嘛？有有。啊，你着搭伫提案，吼、哦，二公公说你哪来提案？啊，当然最后无过无要紧，哎、欸，规个大会为着这个案讨论四五点钟。这嘛得爱讲一个啊，对唔？最后你搁美国、日本嘛是拢有投赞成票，啊，无你嘛先来讲。来个冲撞个挑战，嗯、这个可能有成功嘛？主动出击的这个做法吼，敢那伫即卖敢那看无啥会对，无了主动出击一点。即卖外交部长话人啊，我是唔知影讲，这话会改变无啦？在咱看这做袂下输，可能咱这较冲撞，无啦，较土，你知无？因为哦，国际上无可能讲你唔出声，人无大无事，走来替你出声啦，人袂遐硬啦，你听。你无讲人来，你根本搞不清楚，想讲啊，你台湾可能话接受一个一中模式。有，咁讲也就是造成国际误会变安尼。我话你唔对啦，我来讲吼，即卖咱来是咧讲电电小讲。讲对伊安尼。我甲恁爸爸真正有遗传。这个人我呐，就咧讲咧拢讲。讲起来就开胃。好嘞，咱先进一个广告，带个地标阿边你吼，甲咱所有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对，我讲等下先讲慢点，先讲慢点，注意一下。好，来，咱先进一个广告。多谢多谢。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了，播这部现场哈，这部现场啊，这是咱镇定小港吼，高雄镇定小港啊，这组起源参选的咱地标吼，来地标阿边时间，和你讲大家做。是啊，这个镇定小港区吼，咱即个乡亲时代就是讲地标嘛，是各家大家吼将。面多谢，啊，上面嘛，甲你个困求拜托啦吼，因为咱面对啊年底这个十一月二是这真正的投票，吼、哦，这真正正算吼，啊，开始有那竞争足激烈，吼、哦，啊，地中当然我也继续拍拼，吼、哦，咱绝对用咱的这个行动吼，啊，未来来服务好啊，来文件，来报答乡亲时代，吼、哦，啊，这就是有那咱对议员吼，这基层的服务开始，哦、我讲讲这是。靠打实地，我那是上好的做法啦。我咱这问题足济嘛，你亲像劳工，亲像即卖空污哦，环境污染的问题，咱这工业区上济。哦啊，从这经济较弱势吼，在啊、这个弱势族群的照顾等等吼，
所以我相信民意代表啊，好啊来认真啊，真侪咱发挥的所在啦。对不对？好、哦、啊，所以你讲，像新竹，阮前阵小港是40万人，九十七里啦。啊，我哩车服务是10年的时间呢，我哩车我那50栋啊哩。啊，你想讲新北市是400万人口、哦？我才40万，你那是400万哦。啊，我这是议员选八席的。啊，你若讲要选新北市，就选一个哦。那是一对的哦。你看，哎呀，准备偌久？即摆来4月啊，你剩7个月啦。实在你讲，这到明年叫有一个候选人。这对着这个机率吼，拄我好正，拄我顶日啦，我那机率，我用机率台南市了，对。吼，阮台南算也算有稳啊，无正好正稳啊吧，对不对？台南市敢若每一个市都候选人，看偌久以前就开始咧起跑。两单话就两开始，前一处咧选议员的时阵，遐的咧运作啊，候选人在咧拼啊，咧走啊，咧咧运作啊，咧。咱一个台北市甲一个新北讲近的，会当拖到5月，我实在真正。可能有啥物锦囊妙计啊？可能是啊，吼。无可能，应该是靠超人出来，那超人来当。哦，超人啊！你们咧点名一块政府官往家做一笑，好个政府官都不代表伊有好个市长候选人，这都完全咧乱点名，我咧看无实在。好，我紧，重要就是咱真正小讲。我们在开会，在开会。真正小讲，唔是所谓讲到做力大拿，咱就好算咯吼。袂当客气，袂当为种头过身就过哦，绝对袂当安尼。过去的话讲啊，啊民调袂歹啊，是讲啊你就吼，啊民调冲头前，结果最后大选都过诶，对嘛？就提这种例呢，所以来引为教训。所以真内底有真侪因素，包括大环境也好，啊过来就是这个所在拢实力派咧拼了，对吼，拢实力派吼。啊，这我那真正小讲表达继续啦，吼啊斗三工安尼啦。是啦是啦，所以这个啊，这种服务就拢。同款哩，江山中街228号啦。哦，咱只有高雄永春时段吼，啊，这个那无什么无代志嘛，我紧吼经过来泡茶吼，然后主要发落服务顶顶选民的服务吼，拢来找地中安尼吼，啊，跟你分享。时间的关系，阿弟来继续泡茶吼，好来，阿兰时间的关系，咱一波空中。好，再见，多谢，谢谢，拜拜。